你为什么到来这啊？我没自信，大声一点啊！可以。天哪！我打他！要么是你不够爱我，要么就是你不够勇敢。我也勇敢，我也爱你，所以我现在真的很真心。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？我最近不是只会想陈汉典，这让我有点害怕。我相信何老板也是一样，把我当成妹妹看待。 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TVBS欢乐台最佳拍档。本节目由黄翔Park姐姐等你来冠名播出。